昨天晚上我帮他们整理好书包，洗完他们三色网，有建商会让你穿一条 CK 的内裤在那边，他们预售屋里面擦玻璃吧？我可能会杀尾退尾吸尾车高，税后净利超过2亿，光发员工薪水跟开销将近几百万，我需要去租车。哦，新闻里面有在报说，哦，说哎。2000亿、去年、买了一个、多少钱的豪宅啊给娜美小姐。我在进修的时候，她每一趟等我回来，我应不应该今天对她好？应不应该今天给她好的生活条件？我去年开箱的这一个我的这个透天的豪宅1到7楼，我先跟网友讲，也跟今天跟很多的这个媒体朋友讲。当时是房子刚刚装修好，就有网友说房子里面哇，生活用品很少，小孩的衣服不够多啊，那个应该是建商的预售，应该样品屋。昨天晚上我帮他们整理好书包，洗完他们的三色碗，包括整理好他们的书包跟洗好他们的水壶，装好水。有建商会让你穿一条 CK 的内裤在那边，他们预售屋里面擦玻璃嘛，那台宽体板大，高雄蓝宝车业阿 Ken 来跟我调1380万，2018到2019的第二季，总共14个月，税后净利超过2亿。我可能会杀尾退尾吸尾车高，这条钱2年外我唔爱来你讨过，啊全部拢人牵车来借钱。包括那台小牛也是人家前台借钱跟我借600万，包括很多艺人都有跟我借钱，好，过去的事就不要讲了，好几个艺人都有跟我借钱。我希望一些网友酸民，我希望我们头脑清楚一点，清楚一点。光发员工薪水跟开销将近几百万，我需要去租车。这是我交代，就是这样嘛。哦，希尔顿饭店，这就是我的床啊，平常睡觉的地方。还有一间也是哦，双主卧房。每一层楼里面都是有 一座浴缸啊，这里还有我还安排一套全新的卡拉 OK， 哦，啊可以上哦，刘德华、上山学友，好不好？都可以在里面唱歌。啊，哎，啊，我先带你看一下，大概参观一下。好，啊，这个一进门啊，这个就是寿山石，一进门就是寿山石，哦，啊，这个这一块就是。在挡煞的啦，啊，这一块不便宜，不便宜，受干净。二楼的客厅，啊，我喜欢的台灯，啊，整间房子的大理石，光大理石这边都买1000多万。然后平常就是我喜欢在家里面就是像这样子，啊，坐一下，这样的风格。啊，我主卧房就是平常我睡觉的地方。像我的设计师就是我交代，就是像哦，希尔顿饭店，这就是我的床啊，平常睡觉的地方。我喜欢大理石，哦，所以房间里面全部都大理石。这个床头是我很喜欢的啦，这床头非常漂亮，这是娜美的梳妆台，也都大理石的。平常就是回来就是在这边看书啊，哦，睡觉，这是我的卧房。然后再看一下楼上，还有一间也是哦，双主卧房，双主卧房也是这样，卫浴就是每一层楼里面都是有一座浴缸，然后干湿分离，哦，干湿分离这样。这一座就是也是一样双主卧啦，那也是一样大理石纹，那这里也有个拉门，那小朋友怕他们跑出来的时候，这拉门玻璃拉门我就把它哦整个关起来。啊，这里还有我还安排一套全新的卡拉 OK， 哦，安排一套全新的卡拉 OK 啊，在这边可以唱歌，在房间里面可以唱歌，要睡觉也可以睡，啊，要唱歌也可以唱，哦，在房间里面，哦，这个80寸的电视，哦，啊可以唱，哦，刘德华、上山学友，好不好？都可以在里面唱歌。这一间就是我儿子他们的游戏室啊，帐篷啊，哦，然后有这个半家家酒啊。啊，然后溜滑梯，他喜欢的车啊，他喜欢的玩具啊，帮小车车200多台，还没有小车车200多台，还没有拿过来，没有没有，还在另外一个家里面，还没拿过来。接下来就是我的书房，来，一个，哦，没有，
我原来办公啊，哦，他办公谈事情，啊、哦，写东西、看书都在这边、哦，然后这边叫设计师要拿一盏灯啊，哦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